先生，我们这有最新的楼盘，经典的小屋学，最适合新婚夫妻居住了，绝版房源，你来看看。好的，谢谢您。回来了，饭好了，吃饭吧。多大的事儿啊，大不了你这个市长我这个官长都不当了，回来过咱们的小日子，至于这样吗？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吗？去哪儿啊？魏廷坚，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了这么多年，东方的问题上我就差跪下来求你了，你知道吗？你这是在把我往火坑里推。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爸，你和妈的事儿我都知道了。爸，我告诉你，这次真的过分了。我这两天先不回家，我多陪陪妈。挂了。开会之前我先说两句。前一段我们的调查人员由于忽视纪律和东方集团的员工发生了纠纷，还动了手，不管谁对谁错，给我们海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一段经过对规章制度的重新学习，我相信大家对我们海关工作的性质和职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要接受这次事件的教训，以此为戒。好，下面由关汉生同志把前一段调查的情况给大家通报一下。好，在我们对东方集团过往账目的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疑点，那么我分析账目有可能是被改动过了，所以现在我们这样大张旗鼓的调查也不会有什么收获。那我建议对东方集团的调查能不能改变一下策略，由明转暗？暗长，还记得那个金东明吗？就是前几天带头闹事的那个人。据我调查，这个金东明和出纳洋港关系非常不一般，那这里边就有文章了。所以我认为金东明是一个突破口。你的意思是审他？我以前想过，但是据我们的调查，这个金东明有可能和506案的重大嫌疑人有关系，所以我建议先不要惊动他。什么嫌疑人？这个嫌疑人我们已经盯住了。他们现在什么也查不出来，就让他们这么盯着东方，就这么僵持着，没想到能把东方盯得这么紧。那就让他们咬出成效来。成效？看来我们得帮帮他们了。帮那个菊永昌，这个人脑子不好使。不，帮海关。海关？这事你不用管了，我自己来。
叔叔，赶紧挪地方。来，你看，干爹看你辛苦，亲自下厨，炒菜犒劳你。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啊！坐。怎么，还在东方专案组？啊，我先开动了。嗯。这案子查这么久，难度不小啊。我最近没少看单子，出货单、进货单、仓库库存单，还要调配单，看得我眼睛都花了。有这么麻烦吗？查看一下仓库的原始货单不就清楚了？这些单子我们早就看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也不排除他们自己修改的可能。两份都改了。来，干爹，我们进去。来。两份？您是说他们自己还有一套单据啊？我记错了，叔叔您再想想。记得在合作谈判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仓库做调研，看见有个壁橱，管理员跟我说这里边放的是原始单据，一份交到厂办，还有一份就留在那儿。不过这件事儿你们得调查清楚了，说不定他们早就转移了呢。来吃啊，请。好，干爹，我们俩敬你。来，你们先吃，我有事先走啊。哎，哪有你这样的，你回来你干嘛去？想到仓库去查的，我突然想到的。不对，你是想不到的。你说实话。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的。我跟张叔叔吃了顿饭，我们聊着聊着，我是张怀兵让你到仓库去查的。我受到了启发。无所谓啊，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拉上他去永昌垫背，哥俩探几年是几年。不能那么做，以前无所谓，现在的东方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让他鱼死网破。这事儿你要是折腾出去，至少要判10年以上，这还只是法院判的，我们不会让东方完蛋的。老金，这一关你可能是躲不过去了，你一个人把它扛了，这事儿就了结了。海关不会查下去，他也没办法查下去，东方不就保住了？这是你在外面巨额赌资的欠条，我都给你赎回来。这是香港圣玛丽医院心脏外科治疗套餐，你女儿的病你就不用操心。这是你妻子名下的房产，房产证我都给你带来了。话我就不多说了，该我做的我都做了。
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东方集团去年进行了五次的违规交易，分别是4月份、5月份和10月份。结合我们拿到的报关单，我们可以确认，东方集团下属的东方汽车配件厂，从境外进口汽车零部件时，采取了少报、低报、瞒报的手段，夹层走私，偷漏关税。单据的真实性确定吗？确定，单据是一个人签的字，鞠永超，不是，是东方集团的副总金东明。方处，金东明那边情况怎么样？我们找过他两次，但是他都以各种借口没有来。厂里说这几天他也没有来上班。那你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等着他自己来交代问题啊？还不带人去堵他呀？老魏，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东方集团是一条大船，在他沉没之前，能不能再给他一点时间？神州汽车厂的律师，你好，我是神州汽车厂的委托律师。由于东方集团一再违反约定，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按条款履行合同，已经给神州汽车厂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是我的律师函，请你们在一个星期内交付货物，同时按合同支付赔偿金。我哪有钱呢？我没钱，我也交不了货。那只能法庭见了。赵市长，东方的事听说了吗？我刚刚接到电话，海关已经查实了。老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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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菊。
好啊，老菊啊，要债的都堵上门了，你倒好，一个人躲到这里来清闲来了。清闲清闲也好，把你脑子里那些乱麻梳理梳理。东方曾经是一条巨轮，就这样让它沉了，老菊，你心里能够甘心吗？啊，老关，咱俩这么多年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话，我现在心里头憋屈死我了，那些钱我全都用到生产上了，我没往我兜里塞过一分钱，我对天发誓。怎么就你没塞过一分钱你就有理了啊？我告诉你，金东明不只是走私一次，一共是五次。五次？对。他跟我说，不信你跟我到海关去看。他明明跟我说，老菊啊，如果一个人想占一次便宜，那就会有第二次，你懂吗？走私这件事是事实。我今天到厂里来之前，我去了一下你家，只有你爱人一个人在家。你看看你的家弄成那个样子，啊，不知道的以为家里没男人。我这不是忙吗？忙不过来。忙是理由吗？一个人能把家操持成那样，他能管好一个厂吗？我是个罪人呢，东方集团毁在我手里了。老菊啊，你就这样认怂了吗？啊，如果你认怂了，你就不是我关汉生多年的朋友。咱们到厂院里去走走。走。我们东方集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几次脱胎换骨的改革走到了今天，按说从一个军工老厂到现在是真不容易啊，骨子里头还有着这种精神，我们这次怎么就迈不过这个坎儿呢？老曲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既然事情发生了，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张师傅，李师傅，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啊，心里头堵得慌，来看看。这就是海关的同志。哦。二位师傅，你们在这儿干了有些年头了。我这一辈子都交给这个厂子了。海关同志啊，咱们这个厂子，你现在看起来已经老了，那以前可辉煌着呢。刚刚军转民那会儿，最吃香的就是我们厂子。对，哎呀，这说起来，这最早这儿就是个枪械所，门呐、窗啊，没有一个全乎的。就您现在看到这个样子，那可真是不容易呀！啊，张师傅，嗯，那时候嗨，难呐。我们这一代啊，活着的人不多了，早知道厂子变成这样，还不如早闭眼了呢。说说吧，对东方的案子，你的处理意见。你说呢？既然已经查实了，公事公办吧。我不同意。老关，查东方你是冲在最前面的，还拉着我一起扛，弄得我有家难回，怎么你又……这是两回事儿。办是要办的，但是我们不能一步棋就把东方僵死。前两天我对东方进行了调研，如果我们现在就办了，那东方就会倒闭，我不想看到东方就此完蛋。那你说怎么办？我主张缓刑。
关，我也这么想过，可是老馆长来电话催了，要我们尽快的把处理意见报上去，还要我们做细做实，看样子是要把东方当典型来抓。你这个方案恐怕……这个电话我来打。那不行，我是馆长，这个责任当然应该由我来担的。舒兰是你的妻子，你应该避嫌。你现在的身份也不合适啊，别忘了你是借调到江汉关来工作的，这会影响到你的前程。总得有人为东方的未来扛一把，决定查他，你扛了。可是我们查他，不是为了让他死，而是为了让他生。这个案子是我经手办的，理应该由我向总署汇报。老魏，我只想问你，如果总署因为我们的缓刑方案而处理了你我，你还会和我一起扛吗？扛。好。请处理，韩生，谢谢。为什么对东方集团做出这样的处理决定呢？我们考虑到走私逃税的这个非法所得，主要是被金东明给揽入囊中，东方的所得并不多，而且主要是用于生产。所以我们根据海关总署酌情处理的指示，责令东方汽配在3年之内补交这个偷逃的税款。别谢我，这是庭监的决定，要谢你谢他。你别谦虚了，鞠总都告诉我了，真的是庭监的决定。我请你相信，东方会接受教训，你不漏洞，加强自我监管。但愿如此。要是做不到，我这个副市长就带头辞职不干了。舒兰，你别想那么多啊，要注意身体，好好休息。谢谢。好，好，再见。徐总，公我和东方长逃过一劫。东方老了，必须得变。你同意我这句话吗？同意是同意，可是……哦，对了，今天是几号？6号。要是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我给你们的借款应该上周五就到期了吧？我们的情况你也了解，刚刚恢复生产，神州就把我们弄到法庭。想缓期，一周、2周还是1个月？海关虽然缓了刑，但你必须清楚，东方这样不行。谈谈我们的深层合作吧。那你就还谈谈你的想法吧。你看看这个，其实很简单，让宏图来替东方收拾这个烂摊子，
承担所有的债务，而东方只需要让出控股权，这样既可以保住东方不倒，又可以改变东方陈旧的企业框架，全面转型和国际接轨。你想控股？不要一谈到控股就惊恐万状，我这是在救东方。啊，你也可以拒绝，你就死抱着这个烂摊子不放，等着一家家债主来起诉，等着市政府一次次救你，直到保不住你，破产倒闭。我们已经有了合作的基础，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呢？其实，我只想得到51%的股份，你还占有49%啊！我只不过想得到一个经营权，谈不上谁主谁从。局总，当今的市场游戏你不会玩，我会。进来。局长，局总来了。舒副市长，一大早就约我，有事儿啊？你可能那么烦我了吧？说事儿，说事儿。啊，张怀冰找过我，说他要控股。控股东方？他说的。协议书都拟好了，跟他们这些企业家比，我好像是落伍了。这就认输了？这个时代在变，企业也得变呐。过去我是不认，现在我认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教训呗，这都是教训。你个人的意思呢？我们东方之所以让金农明钻了空子，这是我们以前各方面的制度不健全，有很多漏洞。我也想过了，东方再不改行，必死无疑。那这件事儿，你一个人的意见可不够。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昨天我连夜召开了一个会，大家认真讨论了一下，原则上呢，同意他的协议，让他们控股。这次，倒真是雷厉风行啊。关键是，东方拖不起啊，再拖的话，真是拖死了。舒市长，我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辞职。那个，我希望市领导能同意，这可能对东方是件好事。我们会尽快研究的。老店长，新东方的成立首先得感谢你啊！来，我敬你一杯。别感谢我，得谢你自己。得谢局总，也得谢谢舒兰。那当然。哦，对了，局总是我们新东方现任的总经理，新东方不能放走任何一个有用的人才，否则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董事长了，对吧，局总？来，咱俩干一杯。
那边人多，我就不过去了，你帮我应酬一下。来。啊，对了，今天老战友都在，我还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人。罗亚，来，你过来一下。罗亚你们都认识，她不但是电视台的当红主持，现在还是我的女朋友，未婚妻。老连长，婚礼的时候你必须当我们的证婚人。但是我保证，只要我见到他本人，一定能认出来。让关双撤回来吧，他那边暂时不会有什么情况。明天我要出去一趟，这边的事情你要把握着点。家里的事啊，您别操心了，我会安排好的。您明天去哪儿？喂，关公要去哪儿啊？辛苦了，好，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老关，你确定那个证人叫什么老凑？外边人叫他老凑，应该是一个老江湖。那就奇怪了，我们找了当地警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没查到这个人的任何记录。那张怀兵呢？也没有。你就放心，到我这儿来了，绝不让你空手回去，明天给你派俩人，全力配合你。好，谢谢。张总，是不是可以走货了？不走。对方说了，就信任咱们，再加20%都可以啊。跟他们说不做了。老曹，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化蛹为蝶。总有一天，我们会和那些事情彻底说再见。我门口那辆车啊，已经好几天都不来了，海关会不会是放弃了？你太不了解我这位战友了。大概6年前，走私红油落网的，是个老走私，几进几出了。他愿意配合吗？改造的还不错，他知道的一定会说。
报告。进来。陈卫国。有。跟你打听个人。这个人叫张怀冰，认识吗？没听说过。好好想想。不认识。这个人呢？老错呀。对，老错，他叫错误。说说他吧。没啥好说的，就做过几单生意，后来也没再联系了。为什么呢？他们做大了，不搭理我这小人物了呗。他们和老错在一起了，还有谁？他们有个搭档，叫什么什么魔？冯志魔。对，冯志魔。你们在一起都走私过什么？走私红油，后来他们干上了大买卖，就不跟我这小打小闹的玩了。我真没看出来他们有这么大的实力。你还知道他们什么情况？他们的事儿，其实吴胖子比我了解，您去问他好了。吴胖子。是。小王，胖子呢？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早晨接了个电话，他就走了。上人家有事儿吧。你们有事儿吗？找你问点事儿，屋里说吧。啊。胖子呢？刚走，钱都拿走了，连我们的生活费都拿走了。你别害怕，我们不管你要钱。他要是回来，你就跟他说，没事儿，我们就是要向他打听一个人。拿着吧，走吧。关双啊，叔叔。晴晴还没回来住呢。没有啊。您一个人？啊。嗨，你放心吧，我没事儿。你们俩呢？没事吧？挺好的，没事儿。那进来坐会儿吧。不了，我先走了。啊，好，那你就早点回去吧。啊。对，叔叔再见。嗯，再见。